夫到哪里去了？他到外边干活去了。干什么？修长城。哎呀，修长城嘛，爱国行动，大家都应该修长城，是不是啊？他是修的那个小长城。小，哦，麻将长城啊，这不是跟你姐姐同行了吗？哎呀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姐夫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客气嘛。你帮帮我的忙、啊、我一定帮你的忙，你一定要帮我，我肯定要帮你的。我要完不成任务，他回来要打我。你放心好了，你的任务就是我的任务，我坚决替你完成，千斤重担由我一个人承担。说吧，你借我点钱。我们俩完成的是同样一个任务，都非常的艰巨，我帮不了你们了。哎呀，对不起了哈，你不要说我了，你不要说我了，不要说我了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这个钱借不来，我怎么好回家嘛？啊，哎呀，我的妈耶，我可……对呀、啊，我去找我的妈妈呀。啊，我的妈妈肯定会帮助他这个儿子的嘛，找妈妈嘛。哎呀，妈妈，妈妈！哎呀，西京妈妈的干什么呀？妈妈，你老这是干什么去啊？打麻将去。你也打麻将？不打吃什么呀？哎呀，你都知道这个东西吃饭了？妈最爱吃个麻酱面，你不知道？哎呀，你是打芝麻酱啊？你吓我一跳嘛！你看看你啊！哎，对了，你小子别挑帮你，我问你，今儿个怎么有功夫回家看妈了？哎呀，妈妈快坐下，妈妈快坐下。儿子在忙，也要回来看看妈妈。你小子别给我来这套，八成又让你媳妇儿给哄出来了吧？没有，妈妈没有。妈妈，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才来的嘛，你看看你，哎呦！你说，让我说你什么好？说什么呀？你们个老高家，打你爹那边起都阴盛阳衰，你爹窝囊，你比你爹还窝囊。你爷爷、你奶奶是近亲结婚，生个你爹就缺心眼儿。我心思这吧，到了你这辈儿啊，能缓过点劲儿了。是嗨，谁道啊，黄鼠狼子下都处的一半不如一半啊。红红啊，你知道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窝囊废？妈妈，不是我窝囊，是他真打呀，动真格的了。是的，对了，妈这功夫啊，打你爹过世都不练了，让我试试看还中不中。干什么？哈！哎，别讲妈妈。哎，哈！哎，怎么了？哎，咬扭了。你看看，慢点。打他还富裕。走。哎，不要打他，妈妈，他打我是次要的。关键是他打麻将牌赌博呀、啊！啊，刷钱？是的，我没有办法才能找您商量的嘛。耳朵直愣过来，妈给你摸到摸到。哎呀，不可以的，这坚决是不可以的。可以的，想当初妈正是用了这个招整治了你爹。哦，还是祖传秘方啊！那我就豁出去了啊！去吧，哎，回来。洪董啊，你要是我的儿子吧，你都玩命的去招呼，有妈在那给你坐着镇呢。好的，去吧。妈妈，有你这巴掌垫底，什么样的巴掌我全能对付。今天是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不是他治我就是我治他，但是我考虑八成他治我的可能性更大。但我毕竟是您老人家的儿子。我妈妈教给我的这个办法太好了，酒这个东西就是能够壮胆的。大讨厌，干嘛去了？借的钱呢？
好瞎打。会吗你？啊，我不会打麻将，还不会输钱呢。我告诉你，你看看屋子里的冰箱、彩电、吸尘器，通通的输光了。你疯了？这还有更高档次的。网相店，绿巨人高洪东因打麻将输出人民币5000元。啊，小意思，再网相店。家贫如洗，无力偿还，现自觉自愿将武器是谁？武器就是我妻，我妻就是你啊。我是的，你自觉自愿将我租给李默然。Come on, come on.